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Cooper Spray。稍等一下，把我的胶片调到第一页。就这里有刚刚有个群二维码，就是关于 Cooper Spray 呢有一个幸运小组。然后 Cooper Spray 呢是一个Kubernetes 生命周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软件，那它已经有一段的时间的历史了。那如果就是我是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贡献者，那如果遇到一个遇到问题呢，我也想欢迎随时打断，然后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严开，然后在 GitHub 上呢有是这样的一个监狱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是 Cooper Spray 这个项目的 Approver， 也是 Dot Cloud 的这样一个资深工程师。那在我个人的一个从业经验里面呢，我部署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集群，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环境，那这就是为什么呢，也是一个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我们选择 Cooper Spray 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技术投入方向，因为它能够很好的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好，那首先呢我先今天呢希望能够做一个对于 Cooper Spray 一个深入浅出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首先呢我会做一些简短的介绍啊，让大家有一个对 Cooper Spray 这个项目呢有一个初步的认知，那然后呢做一些深入的这样的一些理解，另外对于最近的一些新的功能呢有一些 highlight， 最后介绍一下Cooper Spray 这个社区。那什么是 Cooper Spray？ 那 Cooper Spray 呢是这个 Kubernetes 这个 Lifecycle Sig 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子项目，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 Lifecycle Management， 就是做这个生命集群的部署，还有做这样的一个 Day Two 的这样的一个运维。那它的一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是基于 Ansible 和 Kubernetes 这两个主要工具来部署 Kubernetes， 那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呢 Cooper Spray 呢就是一系列的 Ansible 脚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合，然后呢它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说可以用来部署生产级的 Kubernetes 集群。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Sig Class Lifecycle 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那这里面就是这个 Lifecycle Sig 下面的各种各样的项目。那这里面有比如说有 Kubernetes 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 Kubernetes 还有像 KOps Cooper Spray， 还有 Class API， 还有像一些 Class Alarm Mini Cooper， 还有像这个什么etd.min， 还有这个 image builder 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项目。那这里面呢可能有同事就有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这里面这么多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这里有几个层级，那最基础的就是 Kubernetes， 它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集群部署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也是B 选项。然后呢这边三个项目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有一定程度上的并列关系， KOps Cooper Spray 和 Cosmic， 它们都是用来部署集群的，然后还有这个部署 Alone 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工具包括开发环境啊之类的。那这里面像这三个项目 KOps Cooper Spray 和 Class API 既然他们都能够部署集群，那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 Cooper Spray 呢刚刚已经提到了，它是一个基于 Ansible 脚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它是非常的灵活，对于尤其是对于运维来讲，比如说在部署一个集群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甚至可以直接打开脚本进行编辑修改增加一些参数，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 KOps 呢它是用 Golang 去编写的，它是相对来说 Golang 会更严密一些，但是呢它也基本上不会涉及到部署在用的时候边用边改代码的情况就会比较少，它只能通过发布来修改它的这个软件，但它的功能也更丰富，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创建虚拟机的功能。那 Cooper Spray 也有这个功能，其实 Class API 也有，只是它们的程度不同。然后 Class API 呢提供了一个通过 CRD 声明式的描述的，并且是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提供了一个全自动的这样的一个集群的部署。那我们可以理解为从自动化角度上讲，这个 Class API 是最强的。如果从这个灵活性或者说更加贴近于脚本的话， Cooper Spray 是最强的。那 KOps 呢是居于两者之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刚刚提到就是 Cooper Spray 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工具，那它主要有哪些功能呢？一个是它可以部署这个，既可以部署 Cloud 的环境，还可以部署 Bare Metal 环境。实际上它对于 Bare Metal 比 Cloud 更加亲和性更强一些，
就这样的一个部署工具。刚刚提到比如说 Class API 之类的，他们都是更加倾向于部署在一个 IaaS 环境下。然后同时呢，它也是提供一个高可用生产级的，另外它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组合，它组合非常的丰富，待会儿会介绍。另外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 Linux 的这个发行版，同时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 CI 支撑。那打个比方，我们可以就像 CoolSwift 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啊，它要把就是对这个 cluster 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关怀啊，比如说今天这个刷了牙没有啊，或者说今天这个冷了没有，要不要加件衣服啊，就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细碎的一个工作。那它都是看起来挺不起眼的，但是都是为了呵护这个集群的健康。然后呢，刚刚提到了说 Kubernetes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组合。那这里的组合有哪些呢？我这里做了一个表格，就是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云环境啊。这里的支持云环境呢，不仅仅指的是说能够把这个集群部署在这些云环境，它有的还能够提供像这种类似于 Transform 的脚本可以创建虚机的，有的提供了这个，比如说 VMware 提供了这个 CNI 的一些集成，然后还像华为云的话是提供了这个 CSI 的集成，它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support 各种各样的 Linux 版本。在目前所有的这个同类的这个生命周期管理工具里面， Kubernetes 绝对是支持 Linux 版本最多的一个工具了。它是几乎想得到想不到的这个 Linux 都可以支持。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它可以支持这个各种各样的 CI， 也是非常的全，从 Containerd 到 RC 叫 Docker CI 杠 O 这些比较常见的，也不太常见的也都支持。然后还有 CNI 也是一样的，都支持各种各样的 Calico 啊、Selenium 啊、Mautis 啊、Flannel 啊等等等等。C3 也是有很多。然后同时呢，它在完成这些基础的这个构建上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常见而且实用的一些工具，像 Ingress 啊、这个 Cert Manager 啊、这个 Herm 啊等等。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些组合啊，它就像这个。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啊，这个五个豹子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一样，就是它是一个获得了一个变形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对于环境的超级的适配性，对于工具的超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它这个能力就非常的强。好，那刚刚呢是我们对 Kubernetes 这个软件呢做了一个功能性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就是 Kubernetes 呢是如何部署一个集群的。那就是部署一个集群分几步，那分十步。就是其实这个就比如说第一步呢是不就是检查一下 Ansible， 因为 Kubernetes 是基于 Ansible 的，而且和 Ansible 这个软件呢其实它的这个兼容性并不是特别好，所以它对版本的要求很高。第二步是收集一下这个机器上的，它是 Ansible 是通过 SSH 到各个 Linux 上去看，然后再这样部署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它第二步呢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知道说部署是什么操作系统等等等等等等。第三步呢是做一些基础的 OS 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比如说 PVDS 啊或者之类的，就是做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工作。第四步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认为这是 Kubernetes 这个项目的一个精华，就是它做了一个叫 pre-install steps， 就是安装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工作呢，总共有207个步骤。它从方方面，之所以 Kubernetes 能够部署出一个生产级的集群，就是因为它做了大量的检查和准备，确保说在后面的这些步骤的运行后面的这些步骤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 Kubernetes 我们的这个集群呢，已经属于一个可以支撑健康的生产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打比方，对于比如说操作系统的一些 kernel 啊，或者等等等等的作为参数的配置啊，就在这一步做的。同时，如果发现了这个基础环境不行，那它这一步呢也会报错。第五步呢，就是说安装这个 container engine。那这里的 container engine 包括 Docker、containerd 啊等等，它会在第五步去进行安装，会在所有的阶段上都会去安装。那第六步呢？是去在这些机器上呢再装上这个 Kubelet， 然后再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基本上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所有节点都会有 Kubelet， 都会有 Docker 的或者说 Containerd 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七步就是把 Control Plan 拉起来。那第
第八步就是把 Worker 再加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一个 Kubernetes 已经成型了。然后到了第九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 Network Plugin 或者 CNI 或者 Calico 这些东西呢，再装上去。那到了第九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可用的一个 Kubernetes 了。然后最后一步再装上一些那些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 Argo CD 啊这些东西，就在最后一步就装上去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安装一个 production 集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除了安装这个我们讲 life cycle management 的嘛，除了安装它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升级、扩展节点、删除节点，或者说是这个把这个集群卸载啊，这些都是Kubernetes 具备的功能。那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etcd 的备份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就是这样就可以做这个集群的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了。那 Kubernetes 的升级呢，一直是在这个一个老大难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集群生命周期管理。那目前来说呢， Kubernetes 呢，它本身对于 Kubernetes 的版本它是有一个范围和跨度的。那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个版本的 Kubernetes 呢，它可以支持三个版本的 Kubernetes。比如说 2.23 最近发布的，它可以支持 1.25 到 1.27 这样的一个版本范围，它可以支持三个版本。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升级，那比如说我们要从 1.27 升级到 1.28 就可以去把 Kubernetes 升级，然后再它也支持 1.27， 然后再把它是 Kubernetes 升级到 1.28。 然后这里面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Kubernetes 这样的一个发布周期呢，基本上也是跟着 Kubernetes 去走的。就是一旦 Kubernetes 发布，那 Kubernetes 呢也会在下个月也会发布，然后就是会更新一个版本。然后呢，因为这里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一般的软件来说呢，就是大家都会使用最新的一个版本或者最新的一个稳定版本。但对于 Kubernetes 来说呢，有很多用户呢在使用它的 master branch， 他直接把 master branch 剪下来用，然后遇到问题呢再去修改，然后再把它这个传回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是 Kubernetes 的这样一个灵活性的一个体现。好，那刚刚提到的呢，就是这个 Kubernetes。 那接下来呢，讲一下关于在 Kubernetes 的整个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呢，有哪些各种各样的软件。那刚刚提到了 Kubernete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SIG 提供的三个工具。然后呢，同时呢，这个社区呢，还有像 RKE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软件也有。同时呢，每一个 public 的这样的一个 cloud 都会提供一个自己的一个 container service， 比如说Azure 的 AK， 这个 AWS 的这个 EKS 啊等等。那主流的这个厂商都会提供。那看起来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基于这个 Kubernetes 的，他们都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些定制。那还有呢，就是一些developer 的这样的一些部署集群的工具，比如说像 Kind 这些东西。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是在做开发过程中，其实用不管是用上面的哪一个工具去拉一个集群都是非常的吃力的。就是真正比如就如果只是开发，对集群并不是特别的需要生产集啊什么什么的， Kind 这类的工具是最好的工具对于开发者来说。同时呢，这个行业里面还有一些 commercial 的商业版本，那比如说 OpenShift 或者说 Tanzu 啊 DC DocCloud DCE 都是这样的一些商业软件提供商业化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些关于 Kubernetes 更细节的一些 deep dive 的一些知识。那首先呢，这个我们讲刚说到，就 Kubernetes 可以部署一个生产级的集群。那一个生产级集群它首先它是一个高可用的，那它可以支持什么样的高可用架构呢？就是 Kubernetes 它本身非常的灵活，就是基本上这个 Kubernetes 典型的一些高可用的方式它都支持，都可以去配。然后我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基于 bare metal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吧。就一个是比如说这个 control plane 的 API server 和 kubelet 它是如何连接的。那在这里面呢，就如果我们的 control plane 有三个，那就必然会是需要有一个 load balancer 来 kubelet 才能去访问它。那如果是在一个 IaaS 比较完善的环境里面，那这个 load balancer 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类似于 ERB 啊或者这些东西去建。但如果在 bare metal 环境里面没有这个条件去建 ERB，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好，
就 Kubernetes 提供了一个叫 local 的这样的一个 load balancer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在这个相应的 Kubernetes 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呢，去 run 一个 NX 或者 HM proxy 去承担负载均衡，来把这个 control plane 的 API server 做一个负载均衡。这样的话呢，而且这种方式非常的通用，在 IIS 上或者在 bare metal 上都可以走，也是一个默认的方式，那就可以达到了高可用。那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KubeCTL 或者说是 API 想要去访问 control plane， 那这里如果有三个 API server， 那我到底访问哪一个呢？如果访问了其中某一个，它其中当它这个节点坏掉的时候，那这个 API 就不可访问了。那 Kubernetes 呢就提供了一个 KubeVIP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通过这个通过一个伪造这样的一个 ARP 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制造出一个 VIP， 那我们 KubeCTL 呢就可以访问这个 VIP 来访问 control plane， 当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坏掉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切到可用的节点上去。那这个就是它的高可用的这样一个机制。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用 Kubernetes 的命去部署集群的话，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证书轮滚的问题。那这个 Kubernetes 提供了一个方案，可以它在 control plane 上装了一个脚本，可以每个月帮我们更新一下这个证书，这样就不会有证书的问题了。好，那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这个 AirGrep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就是在这个国内部署集群的话，这个几乎所有的环境都是离线环境，而且是相当纯的离线环境。那在这样一个纯离线，我看到有些这个就是网上有些教程什么，就是他们可能不太理解 Kubernetes 到底是怎么去在离线化下面去做，所以就还衍生出一些项目来帮助来完成这个过程。那 Kubernetes 本身呢也是有非常好的离线化支持的，那我来讲一下它这个大概是如何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原理。那首先呢，我们现在一个在线的，就首先还是要有一台在线机器的，完全离线是不可能，先要有一台在线机器可以连通互联网的。在这里面呢， Kubernetes 提供了三个脚本。第一个脚本呢叫 generate list， 可以把这个离线化，就是因为这个配置都配好了，可以把这个离线化所需要的文件和离线化所需要的 image 干干净净的拉出来一个清单，拉出来一个清单需要拷哪些文件清清楚楚的。然后还有两个脚本呢，是一个是把这个根据这个清单把文件下载下来，还有一个脚本呢，另外一个脚本呢是根据这个清单把镜像下载下来，就是最后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呢再打成一个包，大概300MB， 就这样就有了一个离线包了。那有了这个离线包，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脱离 Internet 就可以开始搞了。然后呢，在这个完全离线化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找一台机器装上 Kubernetes， 然后把这个包呢放进去，然后利用这个包里面的这个离线的文件和离线的镜像呢去安装集群，过程和在线是一模一样的。我这里面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Kubernetes 呢它有一个设计的一个 principle 吧，就是说它是不会去做任何操作系统包的离线化的，就是操作系统用 YAM 啊或者用 APT 的这些东西它是不会做离线化的。所以呢就要求我们这个机器呢都必须挂载上这个离线化的源。那一般来讲呢我们就 Kubernetes 呢会避免说这个依赖太过的繁杂或太过的这个不确定，基本上这个 everything 的这个 DVD 里都会有这样的包。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例外的情况呢，就是 Docker CE， 就 Docker CE 本身它的依赖非常复杂，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Docker CE 还是装不了的，就只有 Docker CE 装不了，其他都是可以的。然后 Docker CE 呢是需要去针对 Docker CE 的这个源呢做一些特殊处理，因为它的这个依赖太复杂了，所以社区呢不太愿意把这个事情就交给用户自己去做了，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刚刚提到呢，就是说有很多使用 Kubernetes 的用户呢是直接从 master 上剪枝把这个代码剪下来用，那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是合适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基本上也没遇到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这里我觉得主要得益于呢这个 Kubernetes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 CI 系统，这个 CI 系统确保了说这个项目的代码几乎在每一个时刻都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它的这个质量都是比较稳定的，而不是说发布的时候在做质量加固，它在任何时候它的质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基本上在随时随地都是可以去 check out。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 非常强大的测试系统，基本上提一个 PR 要去走完全部测试需要95分钟这个时间，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短的时间，我经常说是上午提一个 PR 下午看看有没有测完，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
这里面包含了有40个 test case， 有13个操作系统，有8个 network plugin， 还有30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环境去模拟，同时呢支持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刚刚说到 day two 的运维的一些情况。那它是，而因为这个测试呢过于的庞大，所以还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比如说分 stage， 把一些易于出错的都放到前面，然后一旦报错后面就不执行。然后还有就是说呢，可以对这个 test 做灵活的控制，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改一段代码呢，只把那个测试拎出来只跑那个测试，因为要跑完整测试实在太久了。然后还有像这种也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自动化，因为这里面如果有手动的操作实在是不能忍受的。那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个测试，同时也有一个测试的矩阵，这就确保了刚刚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它是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另外如果我们发现，如果就是有一个软件它长期的没人测试啊，或者测试比较出问题啊，我们也会把它从这个兼容性列表里面拿掉。那这个测试呢是基于 Kubernetes 来做的，那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它就这个软件它不同于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就是因为它生命周期管理，所以它每一个测试其实都是把一个集群布出来了，就是它是很重的。所以呢基本上我让一个 test case 的时候呢，就是要先启动，就会用 Kubernetes 呢去创建一个 namespace，然后再在里面把相应的机器创建出来，然后再用 Kubernetes 装一套集群上去，装完集群上去再运行一系列的检查脚本，看看这个集群是不是健康。那基本上就是这就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每个 PR 都会创建至少50台虚拟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下呢，才确保了 Kubernetes 这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所以呢如果我们使用 Kubernetes 呢，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享受这些测试带来的便利。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这2年开发的一些新功能，那我这里就刚刚那个表格做了一些高亮，那这里面呢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云的支持，就像华为云或者一些其他的云。华为云主要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control， 就是 cloud control manager， 就是做这个对于 load balancer API 的支持。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它这个里面这个操作系统也有很多的更新，待会儿会细讲。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CII， 那 CII 呢多了一个 Yuki，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Docker 呢做了一个改变，因为 Kubernetes 更改了对 Docker 的支持方式，那现在是用一个 Mantis 的垫片去做的。 CII 这边呢是多了一个 Ceiling， 那同时呢还多了一个叫 Customize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除了如果我们用的 CII 不是上面的任何一种，那还有一种自定义的方式可以去集成 CII，还有 CSI 的支持，另外还多了 KubernVIP、ArgoCD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刚刚提到了操作系统，其实上对操作系统的适配是 Kubernetes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者一个大头。那在这里面呢，主要是在最近呢，主要是支持了这个9系列的 CentOS， 这个9系列的 Red Hat 这个系列的基本上都支持了，还有 Rocket 9。然后呢，这个对大便做了一些更新。然后 Ubuntu 的新版本2204，同时也淘汰了一些 Ubuntu 的旧版本，还有 Fedora 在不停的更新。那同时呢因为呢我们还对于这个国产的这个 Linux 呢也做了支持，目前应该是 CNCF 项目里面对国产 Linux 支持最多的。那比如说像这个麒麟的这个 Linux， 还有像这个 US， 还有像 OpenOLA 都是可以支持的。如果要新加一个 这个操作系统支持呢，也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目前支持了很多。接下来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生态呢，可能会比较分散。那对于这个 Kubernetes 这样的工具呢，就是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对于这个指令集的支持呢，也更加丰富了。那除了传统的这个 x86 和 ARM， 那还支持了这个 PPC。另外呢，在这个最近这2年呢。Kubernetes 呢，因为它是个非常老的项目，那里面有之前在这个 Multi Arch Image 这个标准还没有成立之前呢，有各个开源项目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多架构镜像，那比如说用后缀啊，或者用什么什么 Tag 之类的，都各显神通。那现在呢有标准了，那基本上都统一到标准上去了，所以呢也把所有的就是镜像都按照标准来进行处理。那还有呢就是说目前的 Kubernetes 呢可以实验性的去部署这样的一个异构的这样的一个集群，那我们就是说在同一个集群里面呢可以去既有 x86 的你有 ARM， 那这也是可以去部署的，但这种方式呢不太推荐，会对管理造成一些麻烦。
那部署方式呢，就是说先部署一个 W 的集群，然后呢再去通过扩展节点的方式呢，再把 ARM 的集群加进来，那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异构的 cluster 了。其实 Windows 呢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去做。还有一点呢，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目前来说呢，就业界对于 Kubernetes 的安全也越来越关注，所以呢 ，Kubernetes 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 cluster hardening 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目前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 CSI 的这样的一个 benchmark， 就是 Kubernetes， 它是提供了一个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呢，我们可以对集群呢做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扫描，看看它有哪些安全隐患。那 Kubernetes 呢会一方面它会尽可能解决一些不会影响生产部署的这样的一些参数都会调，那同时有些不太便于去修改默认配置的呢，就提供了一个文档，那这个文档还有点长，那通过这个文档的配置呢，就可以确保我们的集群能够通过这个 CSI 的 benchmark 达到一个安全性。那如果我们是这个 CSI benchmark 也有 warming level 和 error 的 level，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error 就是 warming level 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做很多的配置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了。好，接着呢我来讲一下，就是在这个对于最近也是对于 NTP 和 SystemCTL 的这样的一个改进。那在这个 bare metal 环境里面呢，时间同步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尤其是对于像 etcd 或者说 Kubernetes 这样的依赖于证书啊这种同软件，就可能在云环境中遇到很大少，但是在这个bare metal 环境里面，时间同步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是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时间不同步引起的。那 Kubernetes 呢就支持了一个 managed 的这样的一个 NTP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只要去配一下 NTP 等于 true， 那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配置可选的，那基本上就可以把时间同步好，那就可以规避这些问题。这也是最近的一个新功能，也是一个最佳实践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操作系统内核参数。那Kubernetes 呢会去修改必要的这个 kernel 的这个参数，那比如说像这个 IPv4 forward 啊这样的一些参数，就是如果不把这个参数打开，这个会导致 Kubernetes 集群出现故障的这种，它会给你默认去调的。那同时呢，对于 tuning 的一些参数呢，它是不管的，就是因为各个操作系统本身它的默认配置各不相同，环境要求也不同，所以呢，他就不会去管这个 tuning 这部分的东西。那现在呢，也提供了一个就是 additional 这个 systemctl 功能呢，去 tuning 我们的集群，在安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 tuning 好。那这里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一些 tuning 的配置吧，在老的操作系统，比如说3.7啊或之类的，它的这些数值都比较小，新操作系统会提上来。然后呢，我要讲一下这个 public mirror， 就是我发现呢，在过去这几年呢，就是 Kubernetes 这个项目在国内呢运用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那困难主要都在于说，它在这个 Ansible 过程中呢，会下载大量的镜像，也会下载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和镜像大部分都是在 GitHub 上，或者说在什么 Docker Hub 上。那在座的都懂的，就是会很长，就是下载下来有可能还会断掉，网络会断掉。那基本上呢，就是部署一个集群呢，没几个小时是布出来的，而且失败率非常高。那为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进，把 DockCloud 这样的一个加速器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并且和 Kubernetes 呢进行集成。所以呢，现在 Kubernetes 呢就支持这个加速，就支持用这个镜像加速器和文件加速器，我们叫加速三剑客，可以来加速。那安装一个集群呢，就从原来的数个小时失败率很高，提升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失败率，并且它的时间在11分钟就能完成，就变得对于中国用户更加的友好了。那最后呢，我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对于 GitOps 的支持，就是像现在在 Kubernetes 刚刚发展初期，那个时候 Kubernetes 的命还没有发布，那很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个脚本部署工具。那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GitOps 用 CRD 来部署一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 Kubernetes 如何去适应呢？所以我们现在呢又有了一个叫 Kubernetes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可以把 Kubernetes 呢 CRD 化，可以有通过 CRD 描述的方式来部署这个集群。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做到全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呢都可以通过 Argo CD 来进行这个 GitOps 就这样的一个功能。好，那
最后我来讲一下这个 community， 就目前来说 Kubernetes 的 community， 就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大教堂和集市》，我觉得有些项目呢就叫大教堂，它整个的规划的很好，有 KEP 啊，有这个设计啊，整个规划的非常好。但是呢 ，Kubernetes 这个社区呢，真的就更像一个大集市，它的这个人员非常多，就是在有1300多个开发者参与过 Kubernetes 的开发，在一个 release 版本里面就有50个以上的人来开发，就是参与的人特别多，而且大量的都是那种first time 的这个 committer 也非常的多，就是非常热闹。那在一个总共已经有了这个7000多个 commit， 就像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就是有因为它的我觉得它这个项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大量的都是脚本，那我们就戏称 Kubernetes 工程师都是 YAML 工程师，就是他对这个 YAML 或者说脚本非常的友好，任何人都可以来提，而且基本上提的也没啥问题，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也是它的用户既是它的使用者也是它的参与者。同时呢，它是一个在全球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基础，也不同于说有一些开源项目可能就是说某一些大公司去立的，然后呢去完成了它的大部分设计，而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些项目，事实上在这个欧洲包括亚洲像日本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国家，他们的使用率是非常多的，包括中国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全球的用户，中小的企业包括互联网公司都会去参与进来来做，也分布非常广泛，就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然后目前来说呢，这个也得益于开发者的支持，那 Kubernetes 这个项目目前在 GitHub 上呢有14000个 star， 是一个还是挺热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并且每天都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 issue。那我们也欢迎呢就是开发者呢能够一起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如果想参与到 Kubernetes 这个项目呢，我们可以去到 Slack 上搜索 Kubernetes， 这个是给用户用的，还有 Kubernetes-dev 是给开发者用的，可以到 Slack 上，就我们有两个频道， GitHub 上在 SIG 下面有个叫 Kubernetes 的项目，就可以下来去用了。然后呢这边呢有一个这个技术交流群，可以扫码加群，然后我等一会儿扫个码，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去讨论。好，那最后呢我来做一个，刚刚讲了很多，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 demo， 来 demo 一下这个 Kubernetes 的这样一个使用。这是看到命令行了，就这个呢，就是其实 Kubernetes 用起来呢是也非常简单，我基本上是从头开始装的，先 git clone 一个 Kubernetes 把 clone 下来，那 master 分支，因为它是一个 Ansible 项目，里面有个 requirement TSC， 把 PIP 把这个 Python 的依赖装好，然后呢它提供了一些脚本能够便捷的生成配置文件，就不用去编辑了，那这是我的配置文件，两个节点，我想把它改成一个 controller 一个 node， 一个两节点进行，非常简单，然后就开始装了。然后这个呢是把防火墙关掉，因为它不想帮你默认关防火墙，是手动要关，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关防火墙装的时候会有问题，然后就开始装了，就这样，就让它自动化的去运行，它现在刚刚我说的那10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收集信息这一步，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脚本跑完，我们要等10分钟，所以我就快进一下，我给它快进100倍，后面是100吧，我给它快进100倍，然后它就开始跑了，装完了已经。那最后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可以 kubectl 就 get 到 pod 里面，就一个很基本的集群就这样装好了，就是里面有 CNI 什么的就能用了。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安装这个 Kubernetes， 它在这个 node 因上做了600多个工作，640多个工作，有166个变更，就其实是就真的像妈妈一样做了很多无微不至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叛逆期的时候觉得妈妈很烦，但其实都是爱啊。好，然后这个好，那谢谢大家，那可以到这个答疑的时间。有什么问题？就这个就是 Kubernetes 这个项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 task 的原因，就您刚刚提到的，因为有太千奇百怪了，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所以里面有大量的if else 的判断代码就是在干这个。对，就是用户自己的基础设施按照一定的条件把机器都建好，然后呢 Kubernetes 会去看它是不是满足什么各种各样的配，比如说 kernel 版本大于多少多少干什么， kernel 版本小于多少多少什么，比如说如果你的 Kube policy 是 IPvS 的要装启动 enable 哪些 mode， 如果你是 IP tables 要 enable 哪些 mode， 如果是什么 Selenium 的要取代什么 Kube policy 要用 enable 什么什么，就是他做了大量的这样的繁杂的工作。对 ，pre-check 里，是的，就如果发现冲突，它会自己会退出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按照配置这个情况装不上去会退出，啊，就是，它是可以做批量配置升级的，因为它是基于 Ansible 的。Ansible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说把配置配好之后，然后帮你一直推下去，推到它的那个最终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所以如果是一般的配置的话，你调了，比如说我打比方，我们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一些 sleep 的参数啊，或者说是一些超时参数啊，我去调整在配置里面一条，然后再推一把，它就给你全更新过来了。就它是有可以去自动化做这件事情的。对，是的，是的，这是提供了很强的灵活性在这里面，但也因为这里面的配置量实在太多，可能有成千上万个配置，所以也不可能每个都测过，只能有时候还是有也要那个做一些演练或之类的。这是可以的，就你刚刚说那个情况是可以的，就是先是 ARM 进行建好再扩展，是有的。对，没有，是这样的，它这个代码里面其实没有很显示的说一定要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就是只要就是为什么之前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就是把所有的镜像都调整了，都调整成标准格式了，就是说不就是代码里有大量的这个 if 关于x86 ARM 的这个 if else 就不要了，全部删掉了，所以就没有这个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其实都对他来说都是对等的，就对他来说他并不知道你装的，他并不关心装的x86 还是 ARM， 他就先装了一个架构又装了一个架构，对他来讲是哪个不重要，顺序他就不管，其实他并不是真正会管，虽然我没有测过这个情况，但是原理上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先把集群布出来，然后呢遇到问题去调一调，解决解决就好了。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一些非常奥妙的用法，坦率讲也是边用边学习。就是它的这个就用起来之后，因为它都是脚本嘛，我相信大部分时候并不会涉及到从零开发出一个 playbook 这样的情况，大部分都是遇到问题调一调啊，然后 control F 一下一个关键字搜一搜调一调，基本上就是这样。先装起来，然后就可以遇到问题解决解决，多解决几次就久病成医了，就是。他不能管 Linux 操作系统的升级，不管。对，就是的，就他和其他的生命周期管理工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他不管 OS 的，他是兼容 OS， 就其他的基本上都会带一个 OS， 所以 OS 里配已经很多东西都配好了，然后但他是不会管的，所以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兼容这个 OS。您刚刚说的比如说普罗米修斯或者说这些东西，就 Kubernetes 里面也有，都是它那个 APP 那个 component 里面的东西。是的。但是在实践中呢，其实呢我看很多人都在用，也就是用这种方式，也有很多人喜欢用 Helm 来装，就用那个，因为只要进了 Kubernetes 体系的东西都会被 Ansible 化，都会变成 Ansible 的脚本或者 YAML 之类的配置文件。所以呢也有的人呢习惯用他们官方，比如普罗米斯那个 stack 官方提供的 operator 这些东西来装，就那个就是用他官方那条运维路线。就是目前来说，其实 Kubernetes 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底层的这部分东西的安装，就是它的主要的就是精力都花在这里。好呀，那谢谢大家。目前来说并没有去测过，但是也是最近没测过，但是之前有人测过，就是还有一个叫 large scale 的这样的一个 guideline， 就是说默认的话大概是200个节点左右，就如果是默认装。但如果按照那个 last scale 的话，可以装到1000个节点，就是有些这种推荐配置，比如说 etcd 要分离和 control plan 的机器分离，然后再做一些参数的调整，就默认参数是不会那么大的。好呀，那谢谢大家，好。